们要去日本啦！你兴奋吗？当然兴奋了。到日本了，一出地铁站我们就迷路了。15天日本自由行，没文凭。早上好，今天我们去浅草寺。我们早上7:30就醒了，现在是9点，我们现在出发，先去楼下吃个昨天剩的刀削面的早饭。发现一个很心酸的事情，昨天我们刚到日本酒店入住的时候，前台接待了我们是一个小姐姐还有一个小哥哥，那会儿大概是下午5点，然后晚上我们11点回到酒店，一个小哥哥小姐姐还在，所以我以为他们两个是上晚班。现在是9点，刚刚我们下来，我们又看见了他们两个。我天哪，他们不换班的吗？太辛苦了。所以现在只能说一句啥，お疲れ様です。这是刚刚学会的，辛苦了。今天下雨，我们去坐地铁，从这里开始，大家都靠左。我们俩在路上都是习惯性的往右走，然后对面就会迎来一大波人，然后我们就疯狂往右走，然后想起来不对，我们应该往左走。我们过马路的时候也是，然后他们的车都是往左走，然后我们经常忘记会往右看。我们现在来买地铁票，阿萨库萨线从保丁站坐到浅草站。我们再看地铁路线，没门，十点送哈，你出发，出发。果然，哇，果然摸牌圣手。这大街上真干净，还好土著机智带了一个电风扇，有那么一点点的用。Yeah， 晴空塔，我在很多动画片里看到过。就是刚那个商店街，然后这是你抽到了大吉的地方。是的，那也就是浅草寺。我们下一站是秋叶原，途中会经过上野公园。如果我们坐地铁的话，也是10几分钟；走路走快点的话，就20几分钟。所以我们决定走过去，而且能够看看这边路上的风景。打工人、打工魂、打工都是人上人。我们快到了，这是一间湖南餐馆。跑到日本来，不是吃日本菜，吃湖南菜。这样的话，虽然没有回中国，但是感觉反而在中国了一样。这趟旅程我们不回国，我们只来日本一回去。我只喜欢吃中餐，是个中国味。因为我发现，就算比如说泰国菜、韩国菜和日本菜，我喜欢吃的日本菜和喜欢吃的韩国菜，都是因为它吃起来像中餐。虽然我也很愿意尝试其他的菜系。是这么干的。谢谢。下饭的下饭菜，美国没有吃过的味道。我们跑日本来吃中饭。上野公园，我们刚才是从吃完饭然后过来的，然后现在我们左转，然后去这个什么不忍池天堂这块，然后从这边转一圈出来，然后我们要去这个国立西洋美术馆。嗯，然后转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去秋叶原了。好，我们来到了国立美术馆。我自己在画家。毕加索的画。
怎是我这种安保能够看得明白的，根本理解不了。懵。我们到秋叶原了，二次元天堂。OK， 笑而不语。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姆，玛卡巴卡阿巴雅卡伊卡阿卡哦。秋叶原太牛了，非常的开眼。然后我看到一些东西，就很想笑，然后又觉得自己笑的话很不礼貌，表情管理有点失控。你指的是那著名的某绿和某红吗？现在我们坐地铁去首都，首都太牛了，我们已经是个地铁通了。我们接下来的行程是去数字艺术展览。好，这是我们俩画的团团，夹了个嘴唇，感觉好可爱呀、啊！感觉它不生气了呢。因为我的猫像个猴。行了 ，cat， the same cat， cat， okay， these artworks are comfortable， yeah， very comfortable。好搞笑啊！在那，在那里。他好像很喜欢你的猫。你看，他真的好喜欢你的猫。拍着青蛙，它会看你，它会看你。兔子，它真的会看你耶。这跟 Summit 是不是很像？这是东京铁塔，在东京铁塔。
我们来吃章鱼烧。现在是9:30了，我们的日程写着8点我们就会回酒店的，很多好玩的，所以我们的时间就往后调很多。是的，现在很饿，我们8点的时候困了，实在不行了。刚刚买的一瓶水很好喝，这是无果汁白桃味的水，拿到了，回酒店吃。走。哦，太累了，终于到酒店了。这一天计步器都不敢显示步数，腿疼，都肿了。啊！小心烫啊，爆汁。好吃。你来一个，尝一个。好厚。太累了。这章鱼烧哇，好绵密啊。好吃。嗯。同志们，明天见。我们要歇了，明天去吉卜力美术馆拍场看高达。哦，还有吉祥寺。嗯。团团，团团。